半边，在距离麻坡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小镇，麻坡的慈济之工来进行素食义卖，筹募静思堂建设基金，当地民众全力护持。我没有什么好报销啊，我就采一点兰花来给慈济哦。因为很支持嘛，所以买到很多咯，希望人人都像我一样能够尽自己的能力来行善，在小地方付出啊，小小一个球啊也是会滚大，我希望会这样子。业主得知要升级场地，二话不说马上答应。我也没有想到是星期几啊，会不会影响到我生意了？没有想到这些，因为传达爱给大家了，一起做种下这个福田。点滴爱心凝聚，为成就静思堂社区的新闻到场。台新闻陈桂平，马来西亚报道。